这边是一个厕所，这边可以挂衣服，这边是门，然后另外一面是有一个微波炉，这个带烤箱的微波炉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冰箱，倒换去超市买点东西。哦，这个碟子有这么多啊，我自己本来以为没有，还带了很多。啊，这些都够用了。然后这边是喝水的水杯，一个水槽，啊，这个是。 洗菜的东西吧，看一下，这个可能是做清洁用的，因为做切菜。这个我自己有带的，然后还是一个扫把。哦，这里一个洗碗机，哎，还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带了一个这个洗碗的筷过来，还好准备好了。这个我看一下，然后这边是，哇，它东西还挺齐的耶。 剪刀我也带过来了，这里都有打蛋器，这里是锅子，因为这里靠近海边，然后很多人会去赶海呀、啊，去捡那个生蚝，然后捡回来就可以在这边煮着吃了。然后最下面是炒锅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，还有什么烧水，喝咖啡的壶，这边可以放点垃圾袋什么的，煮咖啡的水壶。 这个也是煮咖啡的，这个可以用起来，然后烧水壶。行了，我清楚了，然后布碗什么的这边可以挂起来。
Maar alle onderdelen zijn allemaal losgegaan.
到楼上看看吧。下面是厨房，然后上面上来先是一个双人床，这个其实是两个单人床，但是因为我们带小朋友嘛，所以两个拼在一起，这样睡的时候比较安全。下面是客厅，还有一个阳台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衣橱，这是里面的第二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是原本是两个单人床，然后把它拼在一起，这里有点丑，它这个床头柜出了有一个多出来的地方，然后它这边就多了两个坑，然后实在是没办法就把这个他们这边的角落里的晾衣架拿出来，然后在这里堵一下，这样就安全一点。然后这个房间也是有柜子衣柜在这边，然后这里有个天窗，它这个天窗是可以是这边可以这样子拉过去，就把它这个光遮住了。这个是我早上才发现的，因为晚上睡的时候这个房间没有窗嘛，就唯一的窗，所以就感觉好像有一点闷，拉起来的话有点太黑了。然后早上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快夏天了嘛，所以天亮的比较早，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就开始亮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就这个光就会一下子很亮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早上的时候就把这遮了一下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房间。